使用可吸式设备与可吸式媒体时，应注意相关各单位规定，应将可吸式设备与可吸式媒体妥善保管，并避免公务以外之私人用途使用。若遗失时，应立即通报资讯安全执行小组，也应避免利用公务电子信箱转发公务信件至私人信箱，或将纸本资料吸出办公环境进行办公等等。因业务需要建立之个人资料档案，于职务调整时应列入移交，并定期检视有无保留之必要。离座时应随即收存，不可随意放置于办公桌、柜台或地面。长时间不使用或下班前，并应将文件资料收存于分配指定之库房或办公室资料柜，并上锁保护，不能提供个人可吸式设备给他人使用，以降低个人资料外泄风险。从小处落实，才能共同提高各自安全意识。